是一个六亩地的大工棚种的黄瓜，种了一个半月，我检查了啊，一颗病毒瘴都没有，这个师傅用了什么办法呢？就是杀灭白粉虱啊。他杀灭白粉虱的方法呢？就是杀白粉药啊，加量使用啊，增加了50%的用量啊，然后呢，棚里没有白粉虱啊，也没有蚜虫，所以说整个一个棚啊，一个病毒那叶子都没有啊，防得非常好。